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非常感谢各位用礼拜一到礼拜天每个中午的12点到12点半收看我们台股72变这个节目单元。我以前干嘛讲，不要管它今天指数怎么变动啦，哇，今麦你起，今麦你大了，啊，今麦拢未跌未当，哎，够重要。上盖重要就是第一个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念力吼，我希望讲，我今麦做多，我希望这个股市会起，你知道吗？我用念力，吼，而且盘都起，对不对？我用我强烈的期待感，啊，这个盘该跌它就会跌，无可能啦。我们没有办法去影响或者去干扰整个大盘，那我这里连没法多，但是安装，你可以让你的绩效，你可以让你自己的绩效比别人更好，或比别人差都有可能哦。那关键在哪里？第一个在指数的部分，那没法多用基本分析，所以指数只有一个东西，跟各位做个简报哈。针对指数，你所能依赖的，当然你可以赖呢。可以加我们的 LINE 好友，好不好？你只能依赖什么？我们叫技术分析。技术分析里面分成指标跟形态。好，我举个例子跟大家做个分享哈。第一个，各位哦，您可以参加免费加入我们的 LINE 的好友。什么叫 LINE 的好友哈？举例哈，举例。我们 LINE 里面有一个叫奇迹在线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如何加入呢？好，这里面有一个。好像放大镜，你就点它，点了之后，点了之后，你输入小老鼠 ，GOOD 叫 good 叫固德，然后呢，奇迹一起发叫71178，小老鼠 good 71178，好看底下，我做个范例哈，底下我输入几百好你看哈。第一个我要找到小老鼠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就去找小老鼠是不是这个？我点一个哈，小老鼠。好，它上面是不是跳一个小老鼠出来？好，再来 good 好的 G O O D 好，来我就怕 G O O D 好，来我们先看最上面哈，是不是一个小老鼠 G O O D？ 接下来呢？我们要奇迹一起发，所以该怎么办呢？好，我们就给他71178，好，你就不要动，你要看他，他们就跳出来了。奇迹在线，那你就加入好友，那你就是我们的好友。你说那好友有什么差异？好，来各位请看哦。第一个，每天我们会把针对整个台股盘势的看法跟你做分享，包括。你可以看到每一天，每一天，我们会员当天哈，当天的研究报告，每一天哈，好，每一天哈，不管说我们看怎么看台北股市跟国际股市的比对，我们当时每一天的操作，哦，我们是怎么做的？啊，为什么要等他做？因为他就一直对，没有错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他早晚有一天会错啊，就每一天哈，你可以看我们每一天什么叫满贯空点。哦，我们啊包啊，当然你可以，加入奈好友之后，第一个你每天呢会收到我们针对盘势的看法，这、就是第一类，爱起某边起，无条件某没有条件，你就直接奈加好友。第二个，当你每天拿到研究报告的同时，我举例啊哈、哦，来这里这个，上面是指数走势，底下呢这个叫指标。好，我们再看下图，下图呢这不是指标哦。这叫量价形态结构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，一个叫指标，一个叫形态。好，那当你看了研究报告，如果假设你不懂，你说啊，这是伪价，这是欧北伪，是的伪下面，对不对？好，在这种情况哈、哦，来，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服务人员，一样免钱哈，索取萧佑明的会员索马影音的账号跟密码。那你一定告诉我。什么叫索马影音？好，你就上网用手机，用你的手机，或者是家里的电脑、笔电，或者是桌上型电脑都可以。你到我们公司的网站叫固德证券投顾，到我们公司的网站呢，好，
点选进入首页之后，好，这里这里什么肖佑铭啊，这里顾回国，对不对？好，不管哦，你往下看，这是我们每天的节目内容。好，底下会有一个肖佑铭的索马影音哦，你去底下有一个肖佑铭的索马影音号，那你在索马影音里面，你输入你的账号跟密码，那所以你要打电话给服务人员索取肖佑铭索马影音的账号密码，那么我们就会告诉你，哎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看？那针对明天我们该怎么做预估？该怎么去面对它？好，所以呢，这类保护各个各位报告有问题。那关键在于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，我没有办法改变大盘的涨跌，但是我希望我的绩效更加好啊，我要如何让我的绩效会越来越好，而不是越来越差？这个时候你当然会运用到一个东西叫技术分析。技术分析在于你相信过去的架构它会持续一再重演，这才叫技术分析。针对高频性商品，我的看法，你不应该使用趋势指标，你会做得千辛万苦，然后呢很难看到你的绩效。所以该怎么办？你需要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工具，一个辅助系统。什么叫很明确？哦，跟你做个分享。你做参考啦，我只能告诉你就是这样子。画面上你所看到的上方是指数的五分钟 K 线图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眼睛看到哈，这里叫9413，我外把揪了哈，然后一头落来9361啊，无乌的乌，无的无嘛，然后接下来又小幅度反弹，是不是又跌下来？乌无乌啦，可是跌下来又往上涨，然后又跳空大跌。请问你现在眼睛看到这个架构，你该怎么办？不，你该怎么办？我的看法是，你爱底下放空啊，啊放空底下都会塞平啊，然后呢，一点爱底下做多，然后呢，下来才造啊，啊接下来呢，加爱做多啊，加爱放空啊，加做多啊，啊溜起来呢，溜起来就够造啊，所以一胜、两胜、三胜、四胜、五胜。肖佑铭，你这样跟让人家讨厌的投顾老师傅下面没有赶快，对不对？对，如果是造假的，就是一样。目前哦，有些业者为了希望你参加他会员，对不对？一打刚拢爱赚两三百点啦，啊，打刚两笔单啦，无迄个赚无一百点的啦，每一刚拢赢。那我请问你，这个市场哪有那个永远对的？不可能。你再强的系统，再强的评估，你难免都会错。可是就是有一个投顾老师，伊逐天赢，啊，逐天拢赢几落百点，逐天都两笔单赢几落百点。我告诉你，我请问你，这么多朋友你参加了，我刚问问你，你有哪一天做到他节目上讲的？不可能。我给你个拍保证，你无可能做得到。你我交了这么多费用，我怎么做不到？我告诉你，你只要回答我，他每天哦多空一二十个进场点，你要做哪一个？啊，9300几笔，9310几笔，9320几笔，9330几笔，9440几笔，你说是多还是空都有啊？9310啊多了，对不对？9320嘛多，然后呢，9305的空。9315的够空，好，反正每五点就一笔多一笔空，一笔多一笔空，一笔多一笔空。我只问你，你要做哪一笔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光是一个当冲就有当冲多单、当冲转折多单、当冲压力多单，那么压力空单、当冲支撑多单，光一个当冲就七八个买卖点，七八个空点，七八个多点，还没完呢。然后不是只有当冲哎，还有什么趋势、波段、短线、价差、市价，还有转折。嘿，一天吼，我看伊研究员嘛，有够可怜啊，一直发简讯，发几落十通，然后最后就告诉你，无法承受风险者不需操作。我听着我就火气啊。然后呢，你说那我到底该怎么办？伊就讲，那你现在一般哦就参加特别，
特别参加的不赚钱，那参加指标，指标不赚钱来参加市价，市价不赚钱还有清代，清代完有多空会员，有短波会员，有中波会员，有中长波会员，有总统会员，有尊荣会员，哇，千搞哩！所以一打刚龙牙归到八点，可是你问他到底做哪一笔，那就乱做，因为他也不知道做哪一笔。我们的部分每天就是只有一个当冲，这个当冲就只有一个点位，然后呢，只有一个指标叫五分钟 PSY， 全体会员就这样子没有了。因为 PSY 是随机的，它不见得每天都会出现。那么不出现呢，那你就没有推荐，没有建议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每天各位朋友，你有一个当冲，当冲你的胜率就是80%。当你错了一次，再来那一次就一定对，安尼了解呗？好，举个例子，无可能啊！当冲的胜率是80% ，PSY 的胜率是90%，胜率哦，啊这个嘞超过90。我举个例子哈，来，不管是会员也好，或者是您是我们的成员的，我举例哈，来，放大，再一回再细。PSY 加正50，就是正50还有爱康啊，啊50嘞，50还做多 啊这里为什么画一个圆圈？因为这里有个当冲多，再一月再是这笔当冲多单输20点，不有无啦？我问你，我有讲各位，你说那输了20点怎么办？来来，你再看一次，12月14加我输几笔吧，然后怎么办？不然后怎么办？然后就保证对啊，是不是叫保证对？你是不是在等他错？当他错一次，接下来呢，你就重压。来，这是不是12月14号来的研究报告？帮我一个忙，把这里放大。这刚是不是在写？是不是加爱放空，加爱做多，对不对？但这笔当中是唔对的。没有错吧？14嘛，啊15嘞，我们看15号哈，15号是礼拜四，来各位请看，PSY 正50，负50，这里有一笔当冲输20点，对不对？这是14号，啊15号嘞。加PSY 是什么？负50，是什么？负50，负50爱安怎？负50爱做多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负50做多对赢啊。啊，那正50嘞？正50爱空啊？啊，正50嘞？正50爱空啊？啊，当冲呢？15呢？我们的简讯就这么单纯了。我们每天就只有一笔。好，举例哈，15号，我们看一下15号哈，来，这是你12月14，好来，过来是你12月15号，8:47，是你9306，爱做多9354，爱站在空方，是你0654，有没有错？然后过几分钟9312 PSY 已达负50，然后过来的获利平啊，不重要，好来看着它哪里不对嘛？是不是9312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负50会去不？一定去啊，啊去9354要安怎？我看一摆9354，你问我，我是要问啥？9354要安怎？9354做多，那不是个，这怎么会赢呢？啊，9354呢？而且那就掉下来，啊，掉下来掉到哪里？一定到哪里？一定到这里呀、啊？为什么一定到这里？立马用把旧个框下去嘞，它会掉到哪里？结果子？啊，掉到这里也去不？没去，我怎么吞落去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哈。
加是不是9306？加是不是9354？加是不是9312？对对不对不对就好了。啊，加是不是9312？加是要怎么走啦？你搞搞。啊，加嘞9306，啊，这9306有人底下做空吗？啊，加做空干咩呀？那赢啊！我这个指挥棒我嘛给吞落去，我连滑鼠到底给吞落去，那都无可能的代志啊！那为什么这里要做多？为什么这里要做多？为什么加爱康9354要康？五千元加爱康，五千元加爱康，加爱多，加爱多。你看着他，这是12月7号到12月15号，我再缩小。这是12月5号，这是11月，全胜。可以看着他，什么叫全胜？全胜就是，你如果照着 PSY 做，每一笔都对。你照着他正50空，-50多，你安怎走安怎赢，每一笔拢赢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就等他错啊。这也是为什么过去这4个月，对不对？过去这4个月我们办讲座，那我有提供你奇迹系统 PSY， 让你带回家体验。会场里面我教你怎么安装，怎么使用，你把它点出来，你去看有任何不对造假。 PSY 有8种指标，我负法律责任。你刚才讲叫做5分钟的 PSY， 然后你自己去看任何一段，你自己去看吼，任何一段随便啦，任何一段，像这-50爱安怎？-50爱安怎？爱做多啊！啊，这-50嘞做多啊，加做多那有可能输？啊，加嘞，加啦做多会输啊，做多会赢就难的啦。啊，加放空嘞不赢，哦，你自己看，全胜。那您问告接下来怎么办？2分钟后马上向您做简报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变成功，肯定会成功。棒棒棒，一棒再一棒，棒棒接强棒，强棒健体筋骨，制动优化避开风险，掌握盘中波动，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棒。02-2578-3000，2578-3000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。 02-2578-3000，2578-3000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台湾人很环保吗？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是不是一只鸽子背着高利贷？那是环保标章。你看这个有说环保啊，你看纯天然讲究好，是吗？有环保标章才是对健康好，对环境好，而且经过政府验证通过的。最好还是上绿色生活资讯网。台湾人，你们真的很在意环保哎。各位朋友大家完了，一样了，还是跟各位做报告。第一个，你面对高频性交易的商品，你使用趋势指标，你没有办法从中寻求你的利益了。为什么？
什么叫趋势指标？我不管你用移动均线、用 K D、用 M A C D， 它一定是指数或者是整个大盘往上涨，对不对？往上涨就带动怎么样？指标带动指标或移动均线，短期的短，这个叫短，这个叫长。短的由下往上穿越，这个长的会怎么样？这叫多。长短的这个短的由上往下跌破，这个长的呢，不就在这里空吗？所以当它往上涨溜起来，你在这边多，在这边多，然后呢指数接下来就跌，你刚好买到最低点，跌下来你不可能在这里空啊，你一定跌下来，它贯穿的往下大杀，你底下空，你空了它又要涨了，你安怎走安怎输啦，你做不赢伊啦，你连问我讲真的吗？好，那你自己看嘛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有什么好讲的？你自己用目睭看嘛，你只要跟我讲，假使爱做多半空的话，啊随便啦，你不管你看什么，好来。假使爱做多半空的话，哎、欸、准哦，放在哪里都准啊，不准哦，永远不会准啊。阿家嘞，不，你自己用目睭看，你跟我教，我袂晓哈。请问你，家要安怎做？敢有人戆到底下做多的吗？啊，底下半空，还是咧空什么意思？底下半空的呀，你不要胡说八道。来。一只放空会赢无？稳赢。一只放空会赢无？一定赢。一只做多会赢无？你是要哪输？阿姐嘞？是咪一只做多？一只做多？哦，过关。是咪一只？拜托你稍注意看一下好无？唔是只诶，是只。你买一只来，到家你已经停损啊啦！你卖胡说八道啦！你在这里做多，来到这里，你已经多单停损了啦。你是不是应该在这个点去买？你拉到这里做多，然后抬轮你给我停损，因为低五起来，你指标翻多，你一定买这里。那你是什么烂指标？你是不是应该要在这里买？这里买在哪里？9336啦，我会买哪里？你看着它，我跟你讲全胜，然后怎么办？你要等它错啊？我有什么办法？你就等它错啊。当他错了呢，再来你就会对啊。来，你说啊，这样子跟，好，我们一段一段把它放大。这是这一段，再一个再洗干，再一段一段哈。A B C D E F G H I J K L， 1234567890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错一次。11月14，跟12月14，哦，这太小了，我这样一小段哈，一小段一小段，11月14到11月21哈，前面1、2、3，是不是 A B？ 会赢无啦？国输？1、2、3，阿里山，1、2、3。A B， 这是没有让输，你看着他，啊，这是没有让输。C D E 45，有无？好，来，再看一摆，是不是1、2、3 A B 啊？过来嘞，是不是45？个 A B 个是不是 C D？ 为什么？哦，在，是不是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， 对不对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每一个都想要对，都要对。那你需要有个能够极高胜率的，不是永远不会错的，而是高胜率的。什么叫高胜率？你需要利用反转指标，而不是趋势指标，因为你只有在这种转折的最低点。转折的最低点，转折的最高点，最低点最高点，你点毛阿公，我安尼谈几多千点，唔免啦。你平均一天20点，我讲真话，一个月就叫400点，
平均，平均一天二十点，一个月的就是四百点。那么会不会错？会。当他错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就重压，因为他的胜率是90%，唔掉一败呢，过在那边啦，过来就连续对啊，因为业成功率高10%。所以这次不对过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各再连对9到10趟以上，你自己做参考。这都是真实已发生的案例，跟各位做个分享。如果说各位对我们的操作想进一步了解的，也欢迎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服务人员。感谢你的收看，谢谢你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是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变成功肯定会成功，棒棒棒，一棒再一棒，棒棒接强棒，强棒陷阱评估，自动优化避开风险，掌握盘中波动，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大。02-2578-3000，2578-3000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。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看似平静的海面，却隐藏着致命危机，那就是离岸流。离岸流是因地形、潮水与破碎浪形成，往海里移动的强劲水流会将人快速带离岸边，此时切勿对抗水流游回岸边，以免耗尽体力。大潮或退潮时，海面上破碎浪多，离岸流正强，切勿下水。遇到离岸流如何脱困？一、保持冷静；二、举手或拍打水面求救；三、不要抵抗水流，用省力的游泳方式保留体力；四、面对沙滩以四。